看看我的拖拉机，大拖拉机已经卖掉了，还有一台小的，开着它拉上一车牛粪。这个都是别克啊、矮三江他们一直在开，我很少开这个。拉车了，反正不好出这个路。他这个牛圈这个地方路不太好走，有点湿，怕这个拖拉机拉不出去。没有前驱这个拖拉机，前驱坏掉了。哎呦，风躲着点。风躲着点，躲着这辆车垃圾吧，那什么算是垃圾吧，我垃圾车就够了啊，剩下的你来呗。那最起码来了把这后面全拉掉呀，前车拉不完，门都没有。这个我们自己不养牛，你这个草场里面上点缝，还得跟人家要上一点。才出了这么一点点。我在这个有个两亩多地不到三亩地的一个草场，撒到这个里面。也是给将军准备的口粮，撒上一点农家肥料，这个草长得快点，长得也旺盛。来，我来扔一会儿，来换着来。又给牛粪，又散粪，是吧？那、这个，干啥的问题？今天想的是就不把将军往这里绑了，就绑在自家的马圈里，然后把这草割着喂吧。像去年把它绑在这个草场吃的特别厉害，这个草场还有咱们自家的木须原子店还不够将军吃，因为是去年这个木须长得有点慢，今年木须原子也撒这个牛粪马粪了，然后在这个草场里面再撒上一点。再拉一条渠。对，要不然这点草场就浪费了啊。这边到秋天的时候，这个地方有一条水呢，它就慢着这样跑。拉上一条渠，把水给改掉，能多打一点草。一亩多地，一亩过了。就不浪费了。好了，今天先到这儿，谢谢大家的点赞、转发和评论。拜拜。今天又赶到我这个大个子朋友他这来了，他这边已经开始忙春耕了。哎呦，八哈子母鸡吗？这边的气候要比我们那边的气候要稍微热一点，庄稼也种的早一点。这边种的是玉米，像这些农作物要比我们那边要种的早一点。我们那边的鸡子还没有上山呢，可能估计再有个四五天吧，要上旱田，水田地还得等一段时间。这边现在开始犁的是水田地。今年开春，我的这个大哥朋友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，一问我今年去不去哪里，我的拖拉机也卖掉了，也没啥活干，有什么打算？
他是想着让我给他开拖拉机，前几天又打了一个电话说让我过来，正好开工也不是很忙嘛，今天就过来了。这是以前的旧驴子，这种地面驴，地面驴就是没有那种山条驴翻出来的地翻得漂亮，像这种地面驴，它这个地面上容易粘土，如果说地湿一点，这上面就容易粘土，土一粘粘个大疙瘩，土翻不过去，犁出来的地也不漂亮，也不平整。换了一个山条的，像这样肋巴条的这样的犁子，犁出来的地也特别干净。看一看这个新犁子用的怎么样？山条犁，犁的地特别漂亮，看一看这平整度，犁子很干净。现在刚开始犁的都是这样的小块地，我把这小块地犁完以后，到那边去都是整块整块的地，条件都特别正规，地也好犁。像这块地都有点小，都感觉大材小用。看，满地都是这个蚯蚓，这还有一个。犁地的机子要白天晚上干，抢着干。我就是开这个的，开这个拖拉机，然后拉的是这个联合整地机。我是负责坝地的，他是负责犁地。这个怎么说呢？犁地的活跟这个坝地的活，我感觉我更喜欢这个坝地的，因为啥？咱们是急性子的，咱那个犁地的太慢了。像有些三角地，性子急的人他就不适合开这个犁地的车，所以说我性子特别着急，我就选了这个，我开这个吧。他刚开始让我开这个犁地的车，我说我还是开这个坝地的这个车吧。我妈的这几天好好的辛苦一下，多挣点钱。其实干农机这一行抓的就是一个开春一个秋天，春耕秋收就这两个季节，这一段时间就是熬一下，加个班，就是无非就是累一点，多挣一点钱嘛。好了，我可能就明天就要开始干活了，今天还没有我干的活，明天可能就有了。
每天这中午的时候就最热的时候。这两天的天气越来越热，坐在车里面也受不了，穿的衣服有点厚了。由于挂机结束了，看一看这联合整地机整的这个地，这是整了两遍的效果，这边全部都要整两遍。现在下班回家吃饭，已经中午了，看一看太阳。我们现在干活就在这个大哥朋友他们房子附近干，房子就在那个里，离这个干活地方特别近，吃饭也很方便。现在把拖拉机开过去，下班吃饭。温度降一降，油压力有点低，温度降到这个，降到60，现在是70。这样干活的车要停在这儿，让它自动把温度降下来，稍微降上一点，它们再熄火。大中午干活只是一个口渴。温度降下来了，车熄火，下班回家吃饭。干拖拉机就是按时吃不上饭，要么就是吃饱了吃撑了，要么就是饿得受不了，就是这样的。在这干也很方便，离家也近，肚子饿了就回家吃饭，按时按点都能吃上饭，这一点特别好。